叫门呢，妈妈你快点吧，肯定是他。嘟嘟，你回来了。老姑，你可开门了。嗯，谁说嘟嘟回来的？这也没人呢，真奇怪。嘟嘟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听说你们去海边露连夜，就偷偷跑回来了。姐姐，海边好玩吗？我们那天就是这样的，晒着太阳，吹着海风，吃着零食，游着小泳，别提有多滋润了。姐姐，那我也想去。你不是有病了吗？不能去。你说吃个零食倒简单，游泳嘛。哎，有了，嘟嘟，你等着啊。海边的生活真让人羡慕。来了来了，嘟嘟，你看姐姐给你拿啥了？你就搁这里边游吧，还有这个救生衣也得穿上，装备一定要齐全。怎么样，这不就有那味儿了吗？就当你去过海边了。